缅北真正的凶残从来不是殴打施虐，而是从人格上彻底杀死你。在缅北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，这里关着上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女人，她们曾经有人是企业高管，有人是模特空姐，甚至还有炙手可热的高贵明星，但在这里她们只是被缅北犯罪人员所使用高压手段驯服的狗，主人说一绝不敢说二。在这里的女人很便宜，真实的缅北到底有多恐怖？在这里被骗过去男人尚且能活，而女人到这里那就是生不如死，只要掏钱就可以对他们的商品做任何事情。女人卖到缅北单价会比男人贵10万块钱，他们会先将女人集中起来，不断的施行性虐待暴力行为，他们会被强迫吃臭鱼烂虾，慢慢的在这种非人性的环境中就被驯化成功了。他们不敢逃跑，也不敢对顾客发脾气。在缅北只要是被驯化的女人，任何人只要给钱，哪怕是一个流浪汉都可以对她做任何事情，包括三观之外的事情，只要不弄死就行。美女盲盒、训狗场和地下斗兽场是缅北最受欢迎的三个项目。美女盲盒顾名思义，不可以摘下女郎的面具，除此之外随便你。而这些女郎她们可能是百万网红，可能是明星，也可能是孩子，甚至是婴儿，这里没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。训狗场会将女人们的手脚挑断，会将女人完全当狗一样驯服，成为当地的财阀的宠物。地下斗兽场就不用过多赘述了，可能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撕扯，也可能是女人和动物之间的撕咬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。所以对于缅北来说，女人是比男人更值钱，价值更大，也更容易管控的。一个逃离缅北的侥幸者讲述，自己当初是为了要账，欠钱的人说你来西双版纳我就把钱还你，十几万不是小数目，又欠了这么多年，受害者也没想那么多就去了。到车上后，司机递过来一瓶矿泉水，醒过来之后自己就已经到达了缅北的最大犯罪基地妙瓦底。看守的人说他是被那个欠钱的人卖了25000元。此后受害人就开始了地狱一般的生活，他们每个月完成任务量能拿到1500元的工资，完不成还有逃跑的人都会被关进水牢，水牢底部是钉子，牢犯会被没过鼻子，只有踮脚才能活，这样一关就是一个星期。诈骗成员的任务就是在网上和别人聊天打游戏，男的就一起开黑送稀有装备，无意间讲述自己挣大钱了，试图将人骗过来。遇见女的就是骗感情，用钱砸，不断的送礼物，砸到3万块钱左右她就会变成你的女朋友，她飞过来找你的时候等待她的将是生不如死的日子。男人对于缅北来说是便宜的劳动力，不只能诈骗，还是一个活体储存器，等到联系好买家就会被送去仅次于妙瓦底的第二大园区泰国美索，他就在妙瓦底的河对岸，在这里的医院割掉买家需要的器官，所以在网上一直说去了缅北就会被割肾是一个谣言，他们是不会随意的浪费一个鲜活的容器，他们会不断的压榨你的劳动力，只要打不死就往死里打，如果你被不小心打得失去价值了，他们就会允许你通知家人，会告诉说你住院花了50万，过境费要20万，打钱走人吧。但如果你的家底真的这么深厚，将钱汇给他们了，犯罪分子也不一定会放人，他们会告诉说你的病情突然又恶化了，继续打钱吧，缅北会将你的一分一毫全部榨干净。现在的社会每个人防诈骗意识已经这么强了，为什么每年还是会有那么多人被骗过去呢？有的人是被亲戚和朋友骗过去的，有的是被别人引过去的，但是每年被骗过去的少之又少，大部分人还是心存侥幸，听信了赚大钱的谎言。他们到了缅北之后发现这些不是自己能接受的，所以他们后悔了，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，所以就编造出了这样的谎言。但也有一部分是缅北受益的主播，在网络上说自己是被骗过去的，想找个好心人帮自己脱离苦海，到最后人没有帮到，反而把自己掉入了火海。电子诈骗大概是从2003年在中国出现的，人们当时对于防骗的意识不高，那时家家户户几乎还是大头电视，电脑也不一定有，手机也没有遍地都是，刚开始的诈骗金额不大，后来缅甸看到了这个市场开始做大做强。缅北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更新套路，等中国警察好不容易将这个套路给人们讲清楚了，又要去盯新的方法，再加上当时很多家里穷，想出人头地都听说缅甸能挣到大钱，所以大家都趋之若鹜。1991年光移民过去的中国人就高达150余万，缅北的人数越来越多，发展得非常迅速。网上有一句话说，只要是进了缅北，黄土就已经埋到脖子了，这辈子就别想逃出。缅北为何都是中国人在诈骗，这还得说到元朝末年，云南边境一带的傣掸民族脱离帝国的掌控，
控，形成了一股新兴的势力。处于边缘地带的傣族，有很多人民被迫沦为缅甸。中国皇帝支持他们用武装力量统治，导致缅甸越来越乱。这让在中国的人看到了暴富的机会。从1891年到1991年期间，移民缅甸的人数呈数十倍的往上涨，缅甸变成全球最大的犯罪聚集地，还要归功一个叫李国辉的人。李国辉是国民党的团长，在国民党战败之后，李国辉为逃脱国家的追杀，就带着残存的部队逃亡到了缅甸，仅仅3000人就将20000人的缅军打得溃不成军。李国辉占山为王，将缅甸大部分的势力都吞入囊中。政府在此之前已经形同虚设了，这使得缅甸有了一家独大的场面。李国辉为了谋取利益，开始学习种罂粟，这就形有了金三角的雏形。慢慢的，金三角的毒枭们口味越来越大，涉及的领域也就越来越广。除了毒品之外，颜色行业也是缅甸最大的收入来源。他们为了钱无恶不作，到后来政府也加入其中，他们甚至将赌博立为合法，允许外国人在缅甸开设赌场。缅北这么残害我们的同胞，中国为什么从来没有试图解救过他们？答案是当然有，不只是中国，缅甸政府还雇佣过印军、美军等，但都是败兴而归。1960年，我国尝试武力镇压失败了。1961年再次镇压，虽然成功了，但是因为地形不熟，溃散的犯罪分子往深山里面一藏，中国就拿他们没有办法了。不出几个月，妙瓦底就又恢复了生机。缅北这么混乱，其根本原因还是经济穷。中国这么多年一直非常看重与缅甸的外贸交易，只要是缅甸经济发展起来了，政府就有资金培养部队管理自己的国家了。围剿这些犯罪分子也是迟早的事情。总之，不要总想着天上掉馅饼，不要心存侥幸，要时刻记住这些血的教训，不要贪小便宜，骗子就骗不到你的头上。